个人拍一张啊，因为我们两个要一起的。我七点十分就来排，排已经排到往楼梯上去了，那我的轮椅哈也没办法上去。王嘉诚，谢谢。回程盖章，出站盖章，谢谢。哎，悠游卡进站哦，悠游卡进站不扣钱，号码牌人回收，谢谢。悠游卡进站不扣钱，谢谢。我18坐普通车到机场，坐直达车到这边来，很舒适，比香港跟新加坡好。目前我们所发现的状况就是说 A1 的人潮特别多，哦，那包括像 A8。好，那12、13的人潮慢慢大概10点之后慢慢也都会进来啊，所以我想在几个比较重点的站哦，人潮会比较多。有 A33 H 五走到位哦，豪华停车场。他说我还是要去排队排那个机检，是不是我确定好还要去排机检？今天在基本上是13到12点。两位是坐在一起的位置，那一人一件行李到香港。进来的时候被挡住，他说你们一定要排队，不管你登机不登机什么的。那我们提着两个大行李，我现在要去停车，我说我怎么提着行李在那排队啊？可以提早在饭店 check out 之后就把行李先拿去托运，这样才有充足的时间再去逛街去 shopping。 那有套餐吗？有套餐时间吗？有，行李要横着放，横着的，对，躺下来。对，然后请他到那个人工柜嘛，因为他的行李是过重的。我这，他过重，过重，对。好了，我蹲。那怎么办？就可能要到那个人工报道。那这种转机的，他在系统设定的时候，他没有，他把前段的行李加计再进去，所以加计进去的话，就变成在行李注入行李的托运的时候，就变成超重，变成改成人工的托运的方式。那现在系统正在改正，因为今天第一天，难免大家都有所期待。其实我们有2个礼拜的自由市程啊，那大家可以不用集中在某一天。